1月24日，欧弟在微博晒出一家人旅行照，并配文全家出游，把时间留给最爱的人。照片中，欧弟一家位于阿里山景区，女儿周周红色棉服十分抢镜，一家人看向镜头，看上去温馨美满。之后又晒出两人推着婴儿车的背影，满满的幸福感都快溢出屏幕啦。网友看到欧弟一家家庭和美的景象，纷纷留言祝福，就这样幸福下去吧，看着如今的你真的好开心，超级幸福的一家三口，玩得开心。